什么药啊？解暑药，吃了。几点了？你干嘛呀？还要去啊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你别去了，你都病成这样了。来，歇会儿。我放心不下。去过了，放心吧。啊！汉奸是对我们党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，形势很严峻啊。你们乡的柑橘基地是全市的命根子工程，你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汉奸，深入一线，掌握实情。放心吧。我刚从抗旱现场回来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树叶全干了，全都干了。你说这老天爷！巨红，哎，巨红，哎，水停了，山上居林的蓄水池已经全干了，水平塘也见底了。已经60多天没下雨了，再不下雨，橘树就完了。居林可是我们的命根子。橘树要是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，那就白费了吗？红姐，你可是大家伙的主心骨，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大家先不要着急，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旱情，国家不会不管咱们的。咱们现在靠天靠地真的不如靠自己，如果现在光等着政府来救灾的话，咱们还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抗旱保橘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我说，咱们自己组织力量，就地打井取水。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山上打井是徒劳无功的，咱这可是在山上。我觉得秦奋说的对，现在也只有这个方法了，总不能等着他死掉吧？在山上打井费时费力不说，根本就解决不了咱们这个灌溉的问题，只是小范围的解决，根本行不通。红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从长江抽水过来。抽长江水？对。这不可取啊，这怎么行啊？长江离我们村这么远，这得需要多大的抽水机和多长的管道呀？我们村哪有那么多财力和物力呀？行了，大家别着急了，这样吧，咱们去村委会开个会，分头行动，我和秦奋我们两个人去接陆生，你们回村走吧。好吧，走吧，回头见，快。来了。哎，陆生。哎，市里和安已经启动了一级红色应急预案，将咱们橘园作为抗旱的重点。哦，绝不能让旱魔摧毁农民致富的绿色银行。咱回村里吧，召集大伙开个会。这个抗旱用的机械设备呢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你像什么抽水机啊、水泵啊，市里都已经给咱们准备好了，足够咱们使的。还有农业部门呢，已经抽调了多名的技术人员深入居林，贯彻实施生产补救措施。还有气象部门，这咱们的气象局啊，正在找时机准备实施人工降雨呢。还有我们大家一定要克服消极的心态，应该积极的来抗旱。所以我建议我们要成立一支抗旱突击队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大姐说的对，咱可以采用滴灌、抽水、挑水这样的方式来抗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甚至可以采取打孔血灌、灌溉覆盖这样的技术，让我们将生命之水啊交给每一棵橘树。对对，好。大伙儿回去啊，都动员动员自己家里头的人啊。对，只要能干的、能动的。这咱们大伙儿都一块上山一块看案去。行，对，我们就要实行那个全民总动员。好，全民动员。对，全民总动员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啊，现在大型抽水机有了，可是铺设管道呢，这可是一大笔资金呢。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办？是集资呢，还是怎样？不用了。这个资金问题呢，移民局啊决定拿一部分，其他部分呢，咱们的市信用社决定给咱们提供无息贷款。哎，就这样吧，那就太好了，这样更好，这样更好。我想在铺设管道期间呀，我们抗旱突击队可以组织啊人力来挑水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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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服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洗完衣服的水啊，别倒，咱们留着冲马桶啊。哎呦，你这觉悟还挺高的。那是，你看啊，咱们洗完脸的水呢，洗脚啊；洗完脚的水呢，咱们浇花；还有啊，把那空调滴的水啊，咱们都用桶把它接上。浇花啊，冲马桶啊，都可以用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说这橘红跟勤奋他们好久都没回来了，我这心里老想他们呢。啊，他们不是在橘园忙着抗旱的吗？我呀，得去帮帮他们。哎，那你等我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啊，哎，快点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快点，快点。慢着点。哎呀，快！抗旱誓师大会已经开始了。哎呀，都怪你。哎，要不女人啊就是麻烦，出个门还得先上趟茅房。哎，要不你先去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哎呀，抗旱同心，同生同喜，同生同喜。第一组由朱司令带组，我冬令走。好，好。第二组由秦毅带组，往南边走。好。第三组跟我来，大家抄家伙。走。你醒醒啊，陆生！陆生，你快醒醒啊！师长，师长，这就是朱司令的企业。不错嘛。要不我去通报一下？啊，不用，我们自己先去看看，好吧？请问你们找谁？啊，请问朱司令在吗？啊，你们是来参观的呀，朱司令在后面驻场呢。啊啊，哎，请先消毒。噜噜噜噜噜噜噜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有你这样给猪按摩的吗？哎，他这样能舒服吗？好好给人家，快点！不能那么干，哎，我手太重。你来，我手太轻。我说你。你们俩人呢？怎么？
你们俩新来了吧？刚来，刚来。啊，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样，你们俩，你来给猪做做按摩。我看你这个身材，这手劲应该可以。嗯，好好好。啊，我们来。但是，请你再示范一下。这个示范呢，这样的啊，你看，不能像他拿手去掐，嗯，得用这手掌啊，像给人按摩一样去给他按摩。哦，来试试试试，好好试试，哎，哎，这样对不对？你看你看，他多舒服啊！是这样吧？啊？哎，有点不行。哎，以前养过猪吧？养过，不过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哦，下乡插队的时候养过。啊，是看着你白白净净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就是朱司令吧？啊，对，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，多少年了。不过这名字不好，你想啊，朱司令，这让朱听了，就感觉我是来管理他们、控制他们的。后来我想了想，我应该是为朱服务的，所以我想改成朱博士。哎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这个朱，从生到死，虽然不愁吃喝。可他的归宿和命运总是很悲惨，嗯，所以人呢，要不把他们侍弄好了，这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。哎呀，现在啊，我对他们进行的都是安乐死。嗯，好，这个思路不错啊，走人性化杀猪的路子，可是大势所趋啊。呀，这说话挺有水平的，你到底干什么的呀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市长，他姓王，我是他秘书。哎，不是你们愣着干啥？快点帮我们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客气，你笨手笨脚的。哎呀，市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朱司令你好，你好，真的是不认识您，不好意思让您干这活，真是太不应该，太不应该了。你养猪养得好啊！你要多指导，多指导。你是博士，哪哪？我带您好好参观一下我的养猪场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你们快把这收拾了，来，市长去，市长去，市长去，来来来，慢走，哎，慢走啊，哎哎哎，市长，您往这边走。徐红，哎，看来你们友谊村这个地方，能人不少啊。以前就知道你和秦奋，还有陆生，现在又出了一个朱司令。人家现在啊叫朱博士哦。这个朱司令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的时候爱吹牛。哦，看来你们很熟悉嘛。我，哦，我跟他也不是太熟。人家对你可是情有独钟啊。爷爷。嗯。哦。爷爷，嗯，您尝尝，这是我弟弟秦奋他们自己培育改良的柑橘，可甜了。哦，嗯，来试一试。嗯，嗯，不错。这橘嘛，在淮南则为橘，在淮北嘛则为吉。哦。叶图相似，啊，其实味不同，哦，所以然者何呢？啊，水土异也。搞柑橘品种改良的是当务之急，勤奋有头脑，是好事。啊，嗯，再来一块。嗯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老支书，菊红菊红他们来了。慌慌什么慌啊？我还以为你撞到鬼了呢。没有，那个乡长、市长、市委书记都来了，好几辆小轿车呢。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村长已经安排好了，让我来叫你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今天乡里、市里的各级领导亲自光临咱们友谊村，参加这个柑橘采摘节。下面请各级领导讲话。大家鼓掌欢迎。下面请李书记和王市
来宾、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好！好。四年前，有人告诉我说，有一位年轻小伙子，他放弃了大城市丰厚的收入，到咱们这穷乡僻壤来种橘树，说是为了梦想。当时我虽然表面上十分支持，可在我内心却是半信半疑，因为在现代社会，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自己错了，那位年轻人用一步一步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，天堑可以变通途，荒山野岭可以变成荆棘满地。那位年轻人就是郝勤奋。采摘节正式开幕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从这里登上台阶，然后呢到达三峡橘海的最高点看一下。大家在上梯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大家都小心一点啊！真不错，这还有呢。行，给你。这才叫橘海呢，你就知道吃。你真是多好看啊！哎，军哥。我来帮你。好啊，哎，来吧。哎哎哎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你这个笨猪，笨手笨脚的，就知道在这帮倒忙，赶紧走。我喝茶去了。见过笨的，没见过这么笨的人。哎，姐，这么多人，给猪哥留点面子。去，他早习惯了。哎，我看朱哥这辈子算是栽你手里了。去，大人的事你少管啊。我上那边摘啊。哎。喂。啊。啊。行，那我让他下去。啊，好，好嘞，啊。徐弟，你得下去一趟，去应酬一下吧。下边游客都在那儿呢。行，再给他们讲一下咱们这儿好玩的地儿。啊啊，这你就交给我吧，下去吧。下边往左拐啊。哎。哎，你来干嘛呀？你不是喝茶去了吗？我一个人喝着也没意思啊，来帮帮你忙。啊，拿好了。哎，那个。我是来告诉你啊，过两天我那个肉联厂要开业，请你去看看。真的？哎，这我得去看看，我一直想看你肉联厂。我专门设计了一条让猪安乐死的生产线，我亲自带你去看。真的？你可真不愧为是猪司令。哎，我想了想，我应该是为猪服务的，不应该取个名字高高在上，像管教他们一样，所以我决定改个名字，叫。朱博士，朱大夫，朱大夫，嗯，行，那你就是兽医了，朱兽医。哎呀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见菊香啊？哦，刚才在那边看见。哦，好。
菊香，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？我看你们两个人挺合适的呀。哟，妹子，忙着呢。啊，来坐。哎呀，这下你们家可发财了。我们家那口子呀，要是听了勤奋的话，多种点柑橘就好了。你还说呢，当初要不是你极力反对，说不定大哥啊还多少能种点呢。现在种也来得及吗？最近勤奋和柑橘研究所的一些同志刚开发了一个柑橘育苗基地，你没事可以去看看。柑橘育苗基地，那明天我就去看看。哎，这回啊，我说什么也要种柑橘了。背着背好，像不像姐当年啊？我这比咱大姐的差远了。哎，慢点，没事没事。看我们的大知识分子啊！来来来，背的还挺专业。就是。快拿点橘子吃。哎，来。勤奋啊！哎，在这待着都晒黑了。晒黑点健康。嗯，哥，你现在是咱们库区的先锋了，你是很多人的偶像啊，他们现在都开始模仿你，弄什么退耕还林、改良种果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你想啊，一个人富了他不算富，咱们大家都富了，那才叫真的富。我就想啊，咱全村的人啊，全乡的，甚至市里边的人都来种柑橘，那才好呢。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气透库区，满城尽带黄金橘。又来了，你说你这一天天一套一套的。大知识分子啊，出口成章。好，真有野心，姐真为你高兴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这不刚建了一个育苗基地吗？嗯，咱市里边科研所，也请我去给橘农们上课。哦，我这一天天忙的都快忙不过来了。哎，你们能不能来帮帮我？哎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。你看，这次吧，这个采摘节客流量那么大，少说也得有三五千人，咱们就算三千人吧。你想想，这三千人的吃住行，这加起来得是多少钱啊？三千人，一人十块钱就是三万，一人一百块钱，那可就是三十万呢。啊！而且啊，这才是第一年。嗯。你想想，明年要是宣传做得好的话，人肯定更多。所以啊，我说咱们呀，不能浪费了这个资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把咱们的餐饮业发展到橘园里来？不光是餐饮业，咱们以橘园啊为中心，咱们还要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。这个主意好，现在的城里人啊，吃城里的饭都吃腻了，就喜欢吃什么农家饭呢、农家菜，说是这样环保无污染。我想，不如在橘园里办一个农家乐。这主意不错啊。嗯，可以。看来咱们的工作重心就要转回农村了。嗯，农村包围城市。我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。哎，你说咱要是开一农家乐的话，咱起一什么名？咱们这是山美水美人更美，咱们呢就叫山水人家，怎么样？山水人家。嗯。这个名儿好，很有诗意，不错，挺好的，挺好哈。嗯，菊香，咱爹最近怎么样啊？多亏了刘婶照顾，恢复的还不错。就是每天，他嘴里总是念叨你。大姐，
你说你花了那么一大笔钱，买了这么一个大房子，不就是希望咱一家人团聚吗？可是，在爹跟刘婶这事儿上，你怎么就想不通了？哎，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咱爹的生日。哟，你们都记着呢。当然记得，那个时候咱们还小，不是每年就盼着这一天吗？尤其是你。每到那个时候，咱娘都会做特别多的好吃的。我到现在还记得咱娘做菜的味道。姐，哎，我回来了，爹。哎，你干嘛去，姐？别。孩子，听爸说几句心里话好吗？菊红，以前呢是刘婶不好，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儿。我现在给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好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再提了。菊红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经过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，我跟老好的感情是认真的。前天啊，我去你妈坟前坐了整整一天。我也知道是我对不住他，我把这十年来想说的话、掏心窝子的话都跟他说了。孩子，我对你刘姨也是认真的，我离不开他，我在里面等了整整十年呢。姐，你就理解理解吧。你闭嘴！我为什么要理解？好吗？合着你们这几个小的，你们全都知道，就瞒着我一个人是不是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姐，你别走，姐，走开！能出什么意外啊？这大白天的，大马路上的，成心。哎，你别说，刚才你一笑啊，特别好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笑起来特别好看。想你知道快乐。
深深的爱是心愿。